林智杰呢，近期他的争议不断，那民进党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北北基桃竹的选情是否会因此一失五命。那高昭也提到啊，他觉得啊，现在整个状况啊，就很像是电影《失速列车》。不过民进党呢表示说，这根本是无稽之谈。那我希望所有责难到我身上。任内砸下12亿元新建的新竹棒球场，沦为全国的笑柄。桃园市民林智坚说要替负责任的团队承担炮火，但就连自己人也不买单。民进党立委高嘉瑜透露，年底的大选脚步越来越近，党内有一股势力在酝酿要挣钱换将，不让林智坚继续选桃园市长。高嘉瑜形容现在的情况就像电影《失速列车》一样，他们这些乘客知道快要撞墙了，但列车长一动也不动，搞得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去拉手刹车，只能干着急，担心林智坚影响到北北基桃竹的选情，酿成一时无命。